何为外交家？他们底蕴深厚，睿智从容，代表一国形象。他们游刃于国家级重要场合，是国家的先锋，被称为国家第一名片。在澳洲，有一种葡萄酒一直跟随外交官一起传递澳洲文化底蕴，被当作澳洲名片赠送给各国政要，被称为外交官用酒。它正是澳洲天鹅庄外交家系列葡萄酒。I always enjoy drinking Oswald wine. It is a distinctive style of Australian wine which showcases the very best in Australian wines. Mr. Li Wei, the CEO of Oswald, after deep conversations with him, we have come up with the Diplomat series. We hope and believe that the Diplomat series will be an Australian business card introducing Australian wines to a wide international audience.天鹅庄位于南澳的巴罗萨，这里名庄云集，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雨量稀少，是酿酒葡萄生长的天堂，世界三大知名葡萄酒产区之一。天鹅庄的葡萄园可以追溯到1908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园之一。下面宣布一下全球的比赛场地：郝天、奚守新一号台，董文杰、孙宏瑞二号台，史小伟、夏红岩三号台，管振、雷一伟四号台，王攀、郭海峰五号台，赵启明、包富峰六号台，季杰、樊志松七号台，季家帆、戴伟八号台，刘俊年、张晴时九号台，石伟达、张志臻十号台。景耀、周金阳十一号台，金鹤、严建博十三号台，吴京、刘洋十五号台，陈宪成、汪洋十六号台，单宏宇、王小倩 TV 二号台，刘宏伟、王鹏 TV 一号台。刘洋，请到十五号台参加比赛。在比赛开始。
车之前提醒一下场内所有人员，请将您的手机调为静音或关闭状态，拍照请关闭闪光灯，观看比赛时请保持赛场安静，场馆内任何地方禁止吸烟，谢谢合作。欢迎大家来到乔氏杯2019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中国季军赛的比赛现场。下面进行的是第二阶段9-12组第三场，1-12组第四场的比赛。下面揭晓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及运动员。一号台裁判员徐锦言，运动员郝天、奚守新。二号台裁判员王航，运动员董文杰、孙红瑞。三号台裁判员张毅，运动员史小伟、夏红岩。四号台裁判员贾舒淇，运动员管振、雷义伟。五号台裁判员刘欢，运动员王潘、龚海峰。六号台裁判员范文涛，运动员赵启明、包红峰。七号台裁判员傅中轩，运动员季杰、樊志松。八号台裁判员张毅，运动员季佳帆、戴勇。九号台裁判员刘金浩，运动员刘俊年、张醒石。十号台裁判员高一毅，运动员石瑞达、张志军。十一号台裁判员周世荣，运动员景耀、朱金阳。十三号台裁判员张建国，运动员金鹤、严建国。十五号台裁判员赵启伟，运动员吴金、刘洋。十六号台裁判员傅依然，运动员陈宪成、汪洋。TV 二号台裁判员杜环玉，运动员夏恒宇、王小倩。TV 一号台裁判员刘东来，记录裁判员孙百惠、李亚帆，运动员刘宏伟、王鹏。现在比赛开始。
继续这样。
老藤葡萄酒柔和的单宁，浓郁的果香，以及成熟饱满又不过于厚重的口感，是澳洲名庄葡萄酒典型的特征。天鹅庄外交家系列葡萄酒共有三款产品，分别是大使珍藏、公使、领事，每一款都由澳洲顶级百年酿酒世家采用南澳传统酿造工艺悉心酿造而成，每一款都将澳洲经典葡萄品种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款都有独立编号，限量生产，堪称澳洲葡萄酒代表作。 When I was the Australian Ambassador to China, I was known amongst my friends with the nickname the Australian Wine Ambassador. That's because I enjoy sharing wine with my friends, giving wine as gifts. And one of my favorites is the Oswan series of Diplomat wines. This new series, I am sure, is going to be a very big success.澳洲天鹅庄外交家葡萄酒，外交官用酒，天鹅酿酒集团荣誉出品。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专注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 让梦想更进一步。九万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3年售后质保，超10年使用寿命，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厂家包安装。九万级球器，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销售热线400-6060-147，转二。有许多选择，但冠军只有一个。野豹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他是我的眼，带我看球房的一切，手机实时查账，
开台状态一目了然，明细清单想查就查，可一操作即时推送。手机管修房就选优管家，淘宝搜索优泽计费系统。何为外交家？他们底蕴深厚，睿智从容，代表一国形象。他们游刃于国家级重要场合，是国家的先锋，被称为国家第一名片。在澳洲，有一种葡萄酒一直跟随外交官一起传递澳洲文化底蕴，被当作澳洲名片赠送给各国政要，被称为外交官用酒。它正是澳洲天鹅庄外交家系列葡萄酒。I always enjoy drinking Osborne wine. It is a distinctive style of Australian wine, which showcases the very best in Australian wines. Mr. Li Wei, the CEO of Osborne, after deep conversations with him, we have come up with the Diplomat series. We hope and believe that the Diplomat series will be an Australian business card introducing Australian wines to a wide international audience. 天鹅庄位于南澳的巴罗萨，这里名庄云集，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雨量稀少，是酿酒葡萄生长的天堂，世界三大知名葡萄酒产区之一。天鹅庄的葡萄园可以追溯到1908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园之一。老藤葡萄酒柔和的单宁、浓郁的果香以及成熟饱满又不过于厚重的口感，是澳洲名庄葡萄酒典型的特征。天鹅庄外交家系列葡萄酒共有三款产品，分别是大使珍藏、公使、领事，每一款都由澳洲顶级百年酿酒世家采用南澳传统酿造工艺悉心酿造而成，每一款都将澳洲经典葡萄品种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款都有独立编号，限量生产，堪称澳洲葡萄酒代表作。 When I was the Australian ambassador to China, I was known amongst my friends with the nicknameThe Australian Wine Ambassador. That's because I enjoy sharing wine with my friends, giving wine as gifts. And one of my favorites is the Osborne series of Diplomat wines. This new series, I am sure, is going to be a very big success. 澳洲天鹅庄外交家葡萄酒，外交官用酒，天鹅酿酒集团荣誉出品。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